继续回到我们的哇靠 LA 新闻酱报，哎，是哇靠 LA 吗？哇靠咖啡 Life， 我自己还给他改名，是不是？有真的哇靠 LA， 新闻酱报，我是今天的主播小米，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我们 Frank 胡。那刚刚学到了好多的这个移民法的小 paper 小知识，那当然啦，不能让人家来了以后没饭吃嘛，所以帮你准备了一个便当。所以你等一下可以试吃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单元呢会试吃一些比较特别、比较好吃，或者是比较不一样，好不好吃不晓得，但是呢是不一样的味道哦。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下，说这个真实的评价如何。那既然是有律师在场的话，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实话，是律师讲的都是，是，我们都是这个叫什么知法犯法，据理力争。没有，我们的律师在有，这可以评鉴一下这个东西它的好吃度到底是几分哦？那今天要吃的这个东西叫好好好吃饭，我没有口疾哦，它是真的就是这样子讲，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好好好吃饭，好好好吃饭，两个好是吗？三个好，好好好，没有好好吃饭，好好好吃饭，啊，是我眼瞎，不好意思。是好好吃饭，是的，律师你鉴定一下是不是两个好？是的，好好，对对对，或是女子吃饭也是，女子吃饭，没错，分心案情分析的很细哦。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这个对，看一下，哇，看起来不错。它是哪一家公司出的呢？好像是海底捞配酱，就是辣酱出来的。哎呦，还要用拍的。哎呦，真的，这种老招还是很有用。可不可以先闻一下吗？把那个倒那碗里给大家看一下，是这样子。讲完嘞。哎，今天有这样服务生，我真的觉得很赞哎，很好哎，很高级耶。色香味俱全，香吗？香吗？蛮香，你闻闻看。有很远就有闻到了，有点辣的感觉。我觉得这要配上热热的饭哎。可以饭帮我们弄到冒烟的程度吗？你看，大家看一下哦，它这个里面的酱呢，其实是料蛮多的。对。但因为有红红的，所以感觉像等一下可能就是有可能会流眼泪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主播，您喜欢吃辣吗？啊，我是怕辣，但是呢又爱吃。而且呢，我们现在不是那个洛杉矶非常非常流行川菜吗？对。光是川菜的火锅，那种四川火锅有几家啊？是。有没有上百家？我觉得有可能。很多家，对。但因为就是你又怕它，但一吃又会上瘾，就是又好吃，救命！所以虽然是那个很热的夏天哦，大家吃个辣就是觉得很开胃，很 OK 的。那我们现在来配饭吗？可以啊，可以，我们加到饭里面试试看。或者是筷子。好的。那这来者是客，先给你来一点，你拌着，然后你告诉。我们的律师用公正的方法告诉大家这味道如何。好，还不错，很下饭。刚刚这样子有点吸一下鼻涕，是有要哭的意思吗？不是，因为它是有点辣，但是很下饭。这个其实光是吃这个配饭都已经很好吃了，够是不是？主播要不单独试一下酱料先，看看是什么。哦，如果只是酱料不要配饭的话，会不会很咸啊？不会，还好，它好像还有香菇还是什么的那种。哎，这好方便哦！真的很好吃，超级辣！所以刚律师说了，说话已经很含蓄了。他可能你四川人吧，是不是？祖籍四川吗？不是，如果我是外省人，家里是外省人。哦，那我因为我是台妹哦，所以那个就比较你知道。清淡口味的，然后吃到这个有觉得全身嗨起来，都醒了，有醒过来，只是这样就觉得真的很好吃。对啊，这很方便，因为其实夏天你真的有时候常常不开胃，好多东西你都觉得吃不下。我还真的会去买回来吃。有哦，会啊，有可以哦，真的很下饭，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带便当，想说，我要吃减肥餐，有没有？然后就是只是蒟蒻面再加青菜，然后用一点烫鸡肉，是不是觉得很无味？有没有？加一点这种辣辣香香的酱料，因为我知道国内朋友他们通常是以老干妈可以配任何东西来吃，这个有那种感觉，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配。这是高级版的干妈，是海底捞出的哦。那里面呢，
我不知道素食可不可以吃、欸、因为它是有加大蒜的。Maybe 有一些这个比较在乎重口味的人会不敢吃。但是呢，如果你是很想说每天要吃香喝辣，拌饭拌面要觉得很够味的话，有我有卡到，要觉得很够味的话，这个是很 OK 的。那它这个是它的蒜味是很重的吗？就吃完可能下午没有办法去约会的那种。哎、欸，对呀、啊，像你这样的帅律师，如果你会要跟客户面谈之前吃了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漱口一下？可能需要，因为它是真的是口味比较重。对，但是就是一个舒服啊，因为你这样辣辣的，然后香香的，吃个一个饭，整个会流汗，然后流完汗以后就很开胃了。嗯，我看到主播好像有一点。那个整个烧起来了，有开始舒服了，因为它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你如果是拌任何的这种凉拌菜也 OK。看你们吃，好想吃哦！哎、欸，真的有香，有可以。所以像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是多少钱哦，这应该是一点点小零钱，你可以买这样一大罐哦。那如果是懒惰的这些这个爸爸妈妈、家庭主妇，又或者是上班族，其实你就真的很想要简简单单的就可以吃得很舒服的话，很好哎、欸。因为我觉得这样小小的一罐，携带又方便，然后不管什么清淡的东西，你只要加一勺，还蛮多味道的。是，这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炒萝卜干，有没有？欸、对，好像有萝卜干在里面。对，炒萝卜干，然后你可以加大蒜，加那个一大堆那种调味辣椒。那只要轻轻一匙而已，很好哎、欸，好方便哦、喔。拌面拌饭都可以。是的。所以这个海底捞是真正的那种连锁餐厅的那种海底捞吗？是同一家吗？不晓得是不是？应该是吧。应该是嘛。对。哦、oh,。所以这可能是在各大华人超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尝试一下哦、喔。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我们的小编特别去找出来的话，我应该不会去找这个好好吃饭。但吃完以后，我真的。很想要好好吃饭，我等回去就买一个。会吗？对。这律师今天这么辛苦，这一罐可以让他带走吗？他不嫌弃的话，哇，这真的很棒。那因为我们的今天准备只有饭哦，不晓得配面配的怎么样。我希望这个我们小编以后可以更贴心一点，连面也准备一下。那我自己是觉得很多人喜欢吃饺子，有没有？吃饺子的话，这个在旁边，然后沾那个酱料的时候，你放一勺这个进去，也很赞。可以给一下哦，这是面吗？对，但是我们等一下下半场再来试吃哦。哦，好，我们让这个小编把面量一下，我们等一下可以试着拌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喽。
继续回到哇靠咖啡新闻酱爆，我是今天的主播小米，在我们节目现场，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的帅哥律师，这是我们移民的这个专精出庭的这个律师哦，是 Frank Hu。那 Frank Hu 呢，因为既然在我们节目现场，除了让他吃东西，也不能白吃嘛，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所以呢，我们刚刚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留言哦，刚好趁机呢，在他吃了这个吃辣的瞬间，也来跟他请教一下。有我们的这个观众有讲到哦，现在香港不是有那个遣返的条例，虽然是还没有通过二读完以后，现在说暂缓嘛，不会让他三读嘛，那也不知道他的这个特首会不会下台，不晓得，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哦。那香港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条例之后，万一以后三读通过，真的立法，这些人犯罪真的要抓回这个中国大陆去的话呢，不管是被坐牢还是在里面被自杀，我们不晓得，但这算不算是一个政治迫害？有没有可能以后可以政治庇护啊？香港人可以政治庇护吗？这不晓得吗？很多国家都有引渡条约，所以说准许如果你在这个国家被抓了，或者这个地方被抓了，要送回去原来的国家嘛。是是是，所以说这个本身并不违法，并不违法，但是因为这些人民在抗议，在抗议的过程200多万呢，很多。如果被警察或者政府打击、攻击，如果他们只是和平的抗议，然后坦克车压过来，是是是，就这些人当然可以申请政治庇护。就是说，像以前古代六四的时候，六四的时候我们才几岁，还在小学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吓坏了。是。那其实像香港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吓坏了，觉得能够留在洛杉矶好像有稍微安全一点。不过呢，那个他们这个情况呢，如果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是警察拿砖头去打民众的话，是。有可能就开始，但是重点是和平的抗议。如果人民自己本身开始攻击警察，那就是暴徒啊。那警察是在维护治安，不是在那个打击抗议了。是因为像最近新闻就吵了很多，因为刚开始那个特首就讲说这些都是暴徒，不可能200多万人都是暴徒，因为他说这些人在抗议的时候是拿一些武器来对付这个警察嘛。但那个就真的是暴徒嘛，所以那个被逮捕或者是被警察揍是正常的，因为他保护自己。是哇，所以这个移民的东西有一些小小的小细节哦，欢迎大家都来问一下哦。那另外呢，也有人在讲说，有没有可能你刚刚讲的这种联邦政府会抓移民的人跑到公司来抓？可以，他们可以去，他去哪里都可以。是的，他很多地方他们会到公司去做检查，看这些人有没有身份，有没有工卡，可不可以合法工作。是，没有身份，没有工卡，马上带走。这些人有穿制服吗？你有看过他们本人长什么样子吗？他们有穿制服，也有便服的，对啊，但是 ICE， 所以就在你身边，你看到有冰块在前面的，然后就要注意一下哦。那另外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哦。那有人在讲说，请问一下，考律师是不是很难呢？当然很难啊。律师他是要先拿那个博士文凭，法律博士，然后你去考执照，对 JD， 然后。每个州有不同的考试，但是加州是算属于最难的一个州了。比纽约难吗？对，比纽约难。因为我们就是什么都要跟纽约比嘛，就是要难也要难过纽约才会赢。不过有很多那种补习班，就像教你是不是，对，补习班，所以如果你很会读书，天天去上补习班补的话，也许可以考得过。也许可以考得过，是不是？好啦，那我们去补习，我们可以去补习一下那另外上面还有很多一些这个要问的问题，我们等一下趁律师吃面的时候再来跟他请教。那还有呢，我们现在美国这个移民法越来越严格哦，过程也越来越慢，很多人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有一个票选哦，现在票选出来呢是好坏参半的特别多，好坏参半的是50%哦。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华人其实是中庸之道啊？好多人不愿意就是有一个极端的决定，他不想要讲好，他也不想讲不好，就说好坏参半啊。是的，是的，我也觉得中庸之道了。因为一直以来都有移民进来，也都一直有非法移民，是，并不是说现在才忽然爆满或是怎么样，但是当政策是想要打击这些东西的话，就会有相对的反应。
那坏事的部分呢，因为这个好坏参半是占 50%， 另外 29% 是讲说这是一个坏事哦，因为很多人才的流动啊，经济的发展啊，会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拖延卡在那里了。那另外有 21% 的人觉得是好事，这样本地人呢才能够有利益有安全哦，这可能就是比较保守的一群人会觉得说我安全一点比经济发展更重要。有很多那个 Trump 的支持者、啊、他们也是支持说反移民，然后不要他们来把我们工作抢走什么之类的、哦、但是当他们自己的亲人爱敲门来把他的老婆带走的时候、哦、因为他现在身份丧失了，是他们的观念就会很快的改变。对呀、啊欸、不能说你们五月花号就可以开过来，然后你们可以就是快速的移民，那你们移过来以后就不让别人移了、哦、先移民先赢，后来的就要卡住他们、哦、所以这个政治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没有100%的对跟错，政治就是这样子才会让人家觉得像毒品一样，就是好迷人但是又好讨厌哦。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投票，谢谢大家的这个表决哦。那已经回答完了，可以吃面了、啊、合法的来吃一条感受一下，如果是拌面的话味道是不是又不一样。好，可以帮你加一点吗？好，谢谢你。你是很敢吃辣的，还是说你平常也是清淡路线的？我是喜欢吃辣。哦，你是喜欢吃辣的、啊哦、辣哥哦。但是这个算是 小儿科嘛，这个不是会让你流汗的辣。嗯，如果喜欢也可以加点葱花，或者是葱花玉米是刚刚有多的哦，可以加点玉米。这吃起来有点像辣炸酱面。辣炸酱面，嗯，你知道很多餐厅这样一碗要9.99，你刚刚这样子拌很恰当。是，这很有那个，我家是外省人，这很有那个外省人的那个山东吗面的感觉、啊、北方吗？对啊。那会不会不够咸？不会，不用再是不用，不会太咸，然后刚刚好。哦，嗯，可以吗？非常可以，我等下回去就会卖。那你们家老婆可不可以那个以后带便当就给你弄这个就好了，然后你下班的时候就给你吃这个就 OK 了。真的，你是这么好养的人吗？是，我蛮好养的。还是你不愿意告诉别人你有老婆，想要保持偶像的形象？对不起，我刚刚没讲过，你可以帮我剪掉好不好？剪掉，拜托。Oops， 已经播出去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其实是没有老婆啦，有男朋友。好。所以其实像配呀、啊、感觉是很快，你就5分钟可以把面煮好，然后酱都准备好，但是人家会以为你很辛苦的准备了一个很厉害的一餐。对，你尝尝看，真的很好吃。这个我觉得这个拌面比拌饭更好吃，而且它是用这个乌龙，有没有、嗯、这种乌龙面感觉很 QQ 的，很餐馆的。吃得到青椒吗？吃得出来吗？嗯，有青椒吗？他说里面是燕麦青椒，嗯，佐餐酱，所以是其实很特别，因为好像平时辣酱里面不会放燕麦这种东西，所以哦，它是有燕麦哦，所以口感。所以我们律师可不可以细细品尝？你刚刚真的有吃到里面的这些成分吗？燕麦是什么？欧米欧，欧米欧，我好像有吃到香菇，然后榨菜你说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菜爆，嗯哼，就是那个辣萝卜、咸萝卜，但是它有很就是很多东西，就像你说的，所以很实在，不是说只是水水的酱浇上去，就是你这样拌起来，而且很复杂，很有层次感，你就觉得、欸、有点辣辣，有点酸酸，有点咸咸，然后又有点嚼劲，然后又有点小香，就是很复杂的一个层次感，所以好像很简单的一罐酱，很多味道，真的不错。对呀、啊，就只是这样小小一瓶酱，然后喇喇哎、欸，然后面下一下，或者饭放一下。就可以请客。那你以后来我们要靠做客的话，就请你吃这个。好的好的，很好吃，那就推荐给大家了。如果大家这个有去超市逛一逛的话呢，好好吃饭。
可以看一下哦，这种橘色的瓶子。那平常你在逛超市的时候，还要这样子，你看律师打包票。那如果是我们在这个超市的话，你看到这种橘色瓶子，你也许可以来尝鲜一下，拿一罐回去试试看呢、哦，我觉得还不错哎，就是换换味道，尤其夏天的时候，现在又即将要热的要命了，可以尝试一下。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哇靠 LA 哇靠咖啡新闻酱爆哦。那当然持续的，如果你还有任何的移民问题呢，不要客气，赶快在下面留言，或者是直接加我们的 Frank Hu， 我们的这个胡树伟，对不对？是的，我们胡律师哦，然后就可以微信给他，然后好好的来问一下这个问题。那他的这个微信一定要加的，不小心呢你周边的人坐牢的话，他帮你捞出来。像我等一下就会好好留一下，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会咯，拜拜。